嘉义民雄一个美丽的温室，嘎苏烫和他的老婆环娜慧吵得不可开交。嘎苏烫宁可老婆去买名牌包，也不让他花钱买凤梨苗。那我看还是买 LV 比较简单。凤梨它很多技术面的问题，种出来的问题，那我搞定就好嘛。它不是这样的问题啊，红土啊。为什么只有红土才能种凤梨呢？台湾还有什么颜色的土壤呢？12月7号星期一晚上10点，我们的岛，生命中的土土土。